8月12号是泰国是历吉王后陛下82华诞，曼谷皇家田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。来看报道。从12号中午开始，就已经有民众在等候皇室成员的来临。入夜后，成千上万的民众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，人们通过各种祈福方式，衷心希望是历吉王后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泰国和谐安定，国运昌盛。同一天， 泰国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各种活动，以示庆祝。此外，泰维和委员会主席巴育商将率诸将领及夫人前往曼谷大皇宫，在王后华诞祝寿帛签名，恭祝一寿千秋。泰国前总理英拉也身着白色制服前往大皇宫祝寿帛签名，恭祝王后一寿无疆。在四色菊府甘通勒县碧瑶府、也拉府、坤敬府等地，数百位僧人斋僧同时放生鸟及鱼苗，祈福庆祝。